上，快！谢谢鱼送车佳宁，热气球，谢谢。 放饭，你看，现在一说放饭，没人管男主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又这就有了，你我是把把屁股给甩的，我操！现在都赶想赶紧给男主给他弄掉，拿去吃饭。啊，不能拍了，不能拍了。车友，你烧不烧有这些？来两盒，好。行，你从那边，龙哥，从那边，从这边。让我来。那行。来，玉军。洗澡洗啊，肯定要洗啊，那不洗肯定等会更冷啊。还有呢，还有一场戏呢，还有一场戏，我们伊拉老师也要下水了。他俩水下激情拥吻，人家水下激情拥吻，我水性特别差，我不敢游泳。不敢游泳，我采访一下。我在水里头，我不可能把手从我的鼻上拿开，拿不开一点儿。哦。我一拿开我就完了。哦。他们在水里头能憋气的话，像我喜欢到你啊啊啊！来，你播，我去看。哎呀，家人们。太惨了，家人有水肿了。这个女主可不可以把牙补上？没钱，家人们太穷了。开盲盒，我不知道啥，反正是三个袋子里面拿的。伊拉会潜水啊、哦？真的啊！我要是会潜水，那我哭哭下了。嗯，也行。我就有点害怕，因为我就怕本能的反应，因为他是抱着我，把我就我们两个人一起拖到水里头的。回去了，是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李飞，对，要一来，你们等一下啊。喂，也会锁是吧？
本能反应。对，我就是怕呛水，到时候呛了，我在那边不知道，很丑，我就怕没有那么唯美了。我们这部戏就一起拍呀，但是我不太敢下水，因为我被水淹过。来，这边吃饭，对上。他他妈拍了个视频，他妈放的是这个。你怕那么大条，主要是我就怕它是那么大一条鱼，它在水里头它站不稳，然后它要是扑我怎么办？两个人一起在那就喊救命。哎，真的，刚刚我看那个画面了，巨好看，他们拍的巨美，美呆了。要是来点那个，他们要是有个无人机就好，应该有吧。哎，那你说应该有，他们要是飞个无人机就好了。哎，抽个来，老好看了。啊，行，我抽个座椅来。你坐在尾巴上。好好好。来自深海的他，呜呜呜呀呀，哎呀妈，真冷。那，这是我们在杭州。哎呦。哎呀妈，这门能不能关上？啊，哎呦！等一下，你们刘老师，嗯。哎呀，太冷了。披个衣服，他去洗个澡，你看。我像个美人鱼是吧？但是我没有机会穿他那套衣服，那个太好看了。我一个女孩子都觉得好好看，好美。终于，刘美丽这个名字没白起，家人们。从今以后，她真的是正儿八经的刘美丽了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拉开一点。一边吃饭边跟你们唠会儿。Yeah. OK。把那个给我，把那个给我啊！放那儿。呀！哎，你们太好了。我跟他换啊！换了吧。呜呜！呀，来气吧。真要下水吗？咱不能在水上面吻吗？哎，我没快，我在这儿。没有光打什么？它这地方光特别暗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水的温度，它不是那种恒温的，它是那种……室外哪来的恒温？特别冷，那个水，我爪子都冰冰凉凉的。你要不听听你讲什么？老刘去洗澡去了啊。室外哪来的恒温？室外也会有恒温的，你要是想有，它可以有，其实。但是，但它这个是格外的冷，因为这几天杭州天气也挺冷的。而现在底下那个东西贼脏。啊，在水里。豆皮，我想吃你豆皮。就是豆皮。那是啥肉？谢谢老婆们的喜欢。哦，就土豆。土豆、豆皮、西兰花，怎么没肉啊？全素。我不是和尚，家人们。你那边是不是黑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有光吗，老师？我给你弄，来，这灯应该是。可以开吗？耶。哎。这就是哦。哦，没有插电。它应该有一个顶灯。谢谢小雨。哎，好。哎呦，谢谢老师，你可太好了。主要是你在直播。我转过来。好亮啊！好多，还有。拍的是啥戏？我喷的。拍的是叫来自深海的他。啊。啊啊啊！妈。屋里的灯不开了是吧？行，没问题。终于有光。
对。今天是开心的一天，今天好开心，今天好开心。喜欢被女孩子夸。对，这两天真的好冷，我穿着老师，那个门能不能关掉啊？嗯，对，这是一个韩剧，叫什么？与恶魔有约，就那部剧，一模一样。赶紧吃饭吧。呀，江峰，你在哪儿？我们在，我等一下给你发位置。你要过来吗？看我，看我落水。我给你发个位置，你看一下离你远不远。我要拍素材。哇，你刚错过了绝美的一幕，但是我拍下来，我等一下给你看。哇，我好看呢。江老板谁？他也是个演员。这是这个天池酒店吗？就是那个41楼顶层又有泳游泳又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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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泳池的地方。嗯，我发给你了。我最近感冒了，我也今天这个是真说不太准，因为现在太冷了。谢谢老婆们，感谢你的灯牌，大家多支持一下我们的刘老师。身体一点热量都没有，饭怎么都凉了呀？快来快来，宝贝儿！晚上你快到了，你给我打电话，我把那个电话号码发给你。我有个妹妹从武汉过来，老好看了。啊，等会儿就认识。给小李陪个伴儿。哎，谢谢。配不上，我对象后天就来了。戒指在哪里？我还觉得你忘了呢。啊，我不要，我就带回去。好吧，巨冷，巨冷，太冷了。嗯，我是维吾尔族的，美人果然有美人尖，可别提了，真的。我这不就老惨了，你知道我们第一天定妆定了多久吗？定到我还好，你们是中途休息了呀，我在定的时候你们都在休息，你们其实没有定很长时间，真定我头皮发麻。啊！就因为这美人尖儿，还有这个所谓你们觉得哎呀伊拉身材真好，成为了我一个非常大的困扰。穿啥都不行，因为他们品牌要求不能露一点点，然后就不停的试，我换了20多套衣服，太难了。那这美人尖，他又不往这边，又不往那边的，他们还跟我说要不要给我剃掉。没有进错，没有进错，他去换。他去洗澡去了，马上来。对，发分特别不好分。
早点说。都没带厚衣服。我在吃，我感觉我像个和尚一样，没有一点肉菜。还是昨天那个啥？还是昨天那个。泡完了没？泡了。该。有猪肉吗？全是素的，肉都没有。我有猪肉不吃。没电了，有电吧？充充充充充，累死我了。说，等着，这是什么？这个，嗯？猪肉吗？那不是猪肉。谁？肉？冻饭啊？饭都凉了，哎，我怎么就越吃越冷啊？这家伙撒不了手了啊！脸不辣，这一点眼镜没有吧？都啥样了，连蒙那，我就看这仨师傅怎么来气的。行了，谁说？赶紧让干活了。都能逼，靠我连蒙那。连蒙那干啥？胖情啥意思啊？能喝点了吗？冲了个澡孩子吗？嗯。妈妈，还冷吗？这是你外套吗？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好，说我胖，说我油腻，一会儿给我整个乱七八糟的，我直接生气了啊！管理员，干活，干啥呀？你这刚才多辛苦啊，还在这调侃我啊？你分调侃要分场合，好不好？嗯。哇！甜甜姐这样，谢甜姐。甜甜姐这样随便调侃我。心情一直都很好啊。没有不好吃的。这个还便宜，这个16块钱一袋，就几块钱一袋。对，吓我一跳。最后一关了，咱们坚持。现在天气就是白天冷，晚上热。啊，白天热，晚上冷。你是不是刚才在里边冻傻了？这里冻傻了。脑进水，冻傻。你刚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三个人。你一会儿，我跟你说，你一会儿吃完饭，你这不还要下水吗？就你缠的时候，先缠这个腰往下，裆这儿缠好之后，稍微露出来一点儿，
然后在内缠的时候把这个稍微压一压住一点就不会进了，然后你缠了就该缠怎么缠。但是我哎我是裙子还是裤子下身我不知道你是什么。我看一下看一下十十六杠二是吗？嗯，看一下十六杠二，这个肉丝不好吃，你吃到了？对，它甜的，好奇怪。太甜了，鱼香肉丝哪有甜？对，鱼香肉丝是甜的，但是太甜的呀。那就是我们这种北方。不甜是甜的，但是它太甜了。它甜咸口记得就是。那我是假东北人，我没觉得鱼香肉丝应该是甜的。鱼香肉丝也不是东北菜吧？它是不是？但我们那边不够甜的。你们从小就点东北菜，鱼香肉丝啊。你家是哪的？东北的。我小的时候就爱吃鱼香肉丝。那你们的鱼香肉丝也是甜？不甜，不会甜的，甜的没人吃了。十六杠二。你锅包肉呀？白裙子。那锅包肉，它那个没办法，那个东西你上不甜不甜，而且它不是很甜。你让那衣服就番茄味儿的那个很甜，那是就锅老是一揽式的锅包肉是甜。老式锅包肉是白糖放了一点点，没有这个会给你加白心盒子，你加不是给你加不是白糖吗？就是你里边多裹几层，你出来之后它是干的。他这个衣服，它就是个纱。它是个塑料布，你今天也得穿。下水是那个纱呀，最冷的一套。但是它就一点儿就是那种。雪纺面料的那个，对，就那天那个粉色那个吗？不是，那个金的，金的。就你得赶紧吃，得赶紧拍，要不然越来越冷。看一下啊，十杠二，我看看你们下水九点能收吗？你问我九点就在，没有，就会上线。非常线。九点应该能。还是过不了十点。嗯，对，确认一下这个事儿。不敢接我们话茬子了，赶紧跑了。这样，有啥不敢接的？九点的时候出工吗？不能。嗯，不能。再问就是十点，再问就是十二点。我去确定一下，你这场那个B吧，要不要？应该是可以。嗯，这场好像上鳞片吧？嗯，这场好像是上鳞片。嗯。上什么片？上鳞片。啊。要不给拿两个棉签，擦一擦耳朵里面的水。哎呀。那我这上完也看不见啊。不知道呀，那你看他们化妆那边。化妆老师，给我两个棉签呗，给男主擦到耳朵。这可以喝吗？嗯，尝试。太甜了，太舒服了。白糖不要钱。你就像风。那杭州、上海这边都是甜的。对他们这边是甜，它是太甜了。它就有点放太多了。嗯。但是我觉得好像白糖不要钱。这米饭好吃。甜口是甜口是对的，但是米饭好吃，我喜欢吃软饭。软的。你没吃过海底大米？不舒服吃。我喜欢吃那种软软的米饭。我也是。不喜欢吃那种硬邦邦的。我爱吃那种一粒一粒的，然后稀的。那个广东米饭，它是粘在一起的那种，黏糊糊的。说的是粥，它不是说的是饭，它有点软。对对对。我是不是要换衣服了？那个，你中午吃那个。但是最主要一点，我们是要喝。我们从水里头出来，还有一段对话，还有很长一段对话。哪个晚上应该吃？两个人搁头上说，那肯定是先那个有水里，或者是先拍说话嘛。不是，我们那个只能是在水里头拍完出来。他带那个啥？对，因为身上都是湿的。
然后我的头发都是贴头皮的，蛮惨。来，走吧。翠翠，大家在地上。充电宝，充电。那黑黑色的还是啥？啊？你这你看看吧，你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吧？颜色的还有吗？我是一点看不到你这边，什么都看不清。以后就纯欣赏，纯欣赏。咋冷啊？他出现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牵着，不然他碰一下，碰进到时候。哎呀，我吃不下了。我的秀发，天青春吹动着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的日子，你的笑容，它日子。去哪里呀？去哪里？OK， 行，我这还有最后一场，我拍完回去再配。不下水了，要下，马上就要下了，下一场我们就在水里。吃饱吧？吃。哎，有点受不了，这个还真不好说，看他们拍到啥时候，该笑了。没有，我今天下水衣服老薄了。哎，你这个冲进，哎，小李，啊，没冲进去啊。哎呀，这泡。你吃饭不会下水。你就像风草。哦，没有，我不穿美人鱼的，就他是美人鱼，我是凡人，他是海鲜，我是人，他是海鲜。他还没想好，我这衣服，他是。他本来是这样的，他给我留下了个母熊。时刻注意着，不能不过审。然后中间的牛肉出水。你说出水是整个出啊？小李，你拨会儿。来，过一下。我接电话。然后两句话之后，他把他给两一块。